好，观众，欢迎回来。我刚刚已经开过一次场了，不过我们再开一次，欢迎来收看我上次红石的 Cup 第22届、第二天的赛程啊。目前这一场比赛是由 Race 来对上的史尼娜，是解锁贝利，我是赛平 Top。好，那我说 Race 对上 Nina 第一场比赛呢，第一张地图是先来到了宇宙蓝宝石，首先在地图右下角五点钟方向，红色的冲突选手是我们台湾的 Rex。现在在左上角十点钟，蓝色的呢，这是 Nina。哦 ，Nina 就是完蛋了，我已经忘记他原本的 ID 是什么。Park， 好 Park， 对对对 ，Park。哎，那个美国的神族、啊、美国的神族。好，今天一样是有这个七场包二哦。哎，今天昨天打到了凌晨一点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哎呀，从来很久没有这么健康了。哎，我们哎，难得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刚还好，他们是 A 组跟 C 组。对啊，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哎！这个 A 组跟 C 组7:30就开工，然后1点就下班，好爽！真的哎，不然如果是一个比较后面的组，我们中间就是8点都空着，然后可能凌晨2点再补下一组，就是8点睡觉，然后凌晨2点起床，就8点睡觉，隔天早上再起来看结果啊！对对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明后天，对 啊，明后天就是我们会把它播完了 啊，小组赛我们就你们剩下一半，你们就自己看，不然太长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对 Race 有多少信心呢？这个七个这一组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很大胆跟你说，大概5%，5%是不是？5%这么低吗？5%。不是啊，这一组都是大哥哎、欸！这组有四个神族哎、欸，你就不能给他点信心吗？他把这个四个神族踩在脚底下怎么样？他就成为了那第四個。你刚刚为什么犹豫了一下？你刚刚为什么犹豫了一下？我在思考我的措辞要什么。把他摁在床，把那四个神族摁在床上，是这样吗？摁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摁在床上，然后回来。出去一个礼拜回来，肚子就大了，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先撇开那些那么看起来比较强的人类。虽然 Grace 跟 Q 平常在练习也是打得有来有回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确定哦。过程都是有来有回的，但是输赢就可能不知道。对，对，有时候还是可以拿一把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 ，sometime。想这个。这瑞斯今天必须把他私藏那个在宝库里面所有的战术都拿出来用，不然他又要被外面这台车载走，你知道吗？准时抵达啊、嗯！准时抵达，前往战场。即将抵达战场。没有、啊，我们今天我跟你讲，今天早上，应该说 CD 组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证明一件事情。这我们大奶叔究竟是不是那个真的是那个最衰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拿了胜场数最多，但是是唯一没有办法晋级的那一个。我跟你讲啊，基本上已经90%确定了、啊，已经90%了，是不是？已经90% confirm 了，不要怀疑啊。7-7，哎，狗不要上，有，不要激动，不要人家漏一只在那边把你全部勾进去。好。OK 的啦，我觉得对瑞士打神族还是有点信心，尤其是打这个，可是这样吹都很不 OK、欸。昨天那个打 Risky 是发生什么事情？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？我不知道，昨天都已经宣布了，然后他就倒掉了。你宣布了吗？我昨天都已经宣布了，昨天最后一场打蓝坡我都已经宣布了，然后他就倒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定是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打蓝坡我是没有看到，我真的是没办法撑那么晚。但是打 Risky 我真是匪夷所思，这样合理吗？好啊，被错了6只，先吃没掉。这个操作目前来说对神族还可以哦。主要是刚瑞斯二矿没有站后虫，所以多被错了几只、不然如果后虫第一时间有站，就是他两边都有分好站好，这样3只3只站的话，基本上是错不到的，没什么空间可以错。又被多错3只啊！这边瑞士的那个好像也没有集火到的残血的那只限制键，有点可惜。
后面妮娜在转这个闪现追猎哦，那瑞斯是要走一公狗，我怀疑人要打一波了。那个闪现追猎朋友吗？对，这个人到现在都没有补冶炼厂，他没有在提攻防啊，然后一直在加速他的闪追啊。这个不太可是他在正常刷工兵呢、欸，他就是先刷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兵补、刷起来放。不然他这个攻防有够慢的、欸。还是他忘记了自杀型打法，忘记了冶炼厂也太那个了吧？不对，他如果要打一波，现在兵应该要补了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补。我看一下，他现在只有，我找到热箭，四个兵营而已啊。啊，只有四颗、啊，奇怪，什么意思？哎，送头啊，公子献头啊，别走啊！好，来了，我后虫来了，你再戳啊，给你再戳，好、哦，厉害了。我先宣布了，你要宣布了吗？宣布了，确定呢、欸？可以啦，这个虫族确定呢、欸？这个虫族、欸、包上去了，包上去了，帮、欸、去了，帮去了，帮去了。优势很优啦，看起来怪怪的。欸、可是没有，主要是数也没有补，主要是那个啦，主要是要等虫族这边二攻好，因为神族的攻防是慢的，然后虫族这边二攻好之后，神族家里面防守就会变得很困难。所以关键是那个二攻好之后、啊，好，二攻现在开始按，那第十面接上，啊、接的比较慢一点。这一把瑞斯的攻防是很快的，哇，这个直接跳闪电，厉害了！他是不是他有嗅到？奇怪了，他有嗅到刺的狗毒豹的味道吗？猜的吧，直接跳闪电呢、欸，他太厉害了吧？没有吧？他就是那个啊，没有，他没看到，他什么都没看到，零。太厉害了吧！你竟然直接跳闪电，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有人直接跳这个东西了。跳闪电哦，胆子也是蛮大的。哎呀，这边逼退，先把这个四矿逼退一次啊，然后等瑞斯这边不能挤啊，他现在都不能，先不要主动出手。嗯，他现在就是要你旁边的东西，然后对，去开开视野，对对，农民补起来，然后等二攻好之后，毒爆滚速。也好了，然后一起滚，先去滚那个二攻那一波，直接滚上去。OK， 这边刷到76只工兵了。虫胎虽然没有到特别的快，但是数量已经起来了，等一下就有找个机会啊，找机会对神族，找个机会滚上去。哎、欸，阿哈高阶第一时间也没，哎、欸，还有留吗？哦，还有四只。四只，我已经看到他被滚一半的画面了。你先不要这么快，我已经看到了时空看到了，太快了。瑞斯这边部队已经慢慢的往外面来做集结了。这个时候，瑞斯有11只的刺蛇，然后毒豹开始变。后面有落单的，但是这边刺蛇的移动速度这边还没好，所以爬的有点慢。这边是只有刺蛇射程的科技，这个人动不了，而且毒爆进去了。你好，毒爆进去，滚上去，滚到第一颗，快围到他。但是二攻还没有好啊，二攻还没好，有点可惜啊。这波二攻还没好，如果二攻好了，这波刚刚已经死了20只工兵，东西就直接进去了、欸，这工兵就不见了、欸，全部都不见。好像 timing 没有掐得特别好，没有啊，闪电提好了，闪电已经好了。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毒爆滚速啊，不是毒爆二攻了、啊。来。一把变魔术了，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好去撞工兵冲，这时候就要来变魔术了。核弹，完了，好像还没滚到、欸，哇，怎么回头了？跟你讲，回头是岸啊，因为这边被盯到一个大的、欸。人生就是不要放弃了。他刚刚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对面就已经，而且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啊，是这个妮娜这边已经在转航母了。他这个你这一次的狗毒豹如果继续滚，然后再滚个两波没滚到东西，这个航母成型你就没救了。哎、欸，这脸上变毒豹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这赤蛇怎么裸奔了？张地图是不是要搞人？完蛋！我觉得大事怪怪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宣布啦！但我没有说我宣布谁获胜啊。我只有说我想宣布啊。没事啊，这边赶快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只要看到对面已经在转航母了，回头是岸哦。回头是岸，那就主要是瑞斯现在经济没有很好。三本，他刚才从头下去了，有了，他农民有刷起来，他刷八级，八三只，刚刚九七十级。现在就是三本赶快跳，然后中间，
哎、欸，哦，刚滚到了，不是啊，碎啦！好，再上去，再上去。可是后面的两发是两发，接得上来吗？先把那个狂人士给滚了，上面还有毒爆，上去吧，那个、毒爆就上去吧。对啊，逼你开一个超级电池啊！刚刚好像有双线毒爆要去滚十二点钟矿区，但是他好像 F 2了吗？反正这个毒爆滚回来了，没有啊？他就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控到，嗯，他没有去，他没有去选到，然后最后干脆就一起拉回来。可惜了，来了这边要滚了、欸，你感觉是一个三线，是什么把那个狂人士先点掉啊？没有在起火，没有在起火，他在用另外一边，他在用另外一边，来这边打上来，后虫直接站在一个位置上，这个时候航母的数量还没有起来哦，可以后虫顶前面、哎、去滚高阶，高阶没了，高阶要没了，可是对空的输出由刺者还站着，是很舒服，刺者高输出，这边人口已经拉开30个人口的差距，但是后面缺少一个毒爆，一把电。刺蛇站得住吗？这个电不够，这个电不够。刺蛇站住、哦、啊！但是没有毒爆了，狂狮要贴上来了，完蛋了！刺蛇走不了，刺蛇走不了啊！完蛋了，出大事了、啊！这波打太久了、啊，感觉这个刚刚狗毒爆没了，就应该先往后拉了。嗯啊，就这样子刺蛇受不了，这里有点尴尬了，因为下一波推回来，下一波这个正面推回来有点难受啊。刚刚如果后面后续是有一波毒爆的话，那一口气好像结果去神族就非常危险。主要是你前面狗毒爆没了，你就先拉掉了，因为很容易刺的，就很容易在这种局面上被突然刷出来新的一波狂人士直接插。对啊，因为就是靠不住正面。哎、欸，这边能不能抓到这个落单的航母啊？好像有点困难，还有闪电，还有闪电，困难。把小飞机点一点，好吧？那这样很有点尴尬，瑞斯可能要再绕一下。这个神族的逻辑就跟一般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已经很少人这样子在跳航母了。你说电兵白球，然后航母还跳，大家都是在比拳头了。嗯，也是。瑞斯这个时候一样要尝试多线，但是上面的步调好像拉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感觉好像没有都有分，都有被分、哦，都有分兵啊，家里面有白球在摸啊，一直在偷摸啊。啊、哇，这边也是没有滚到。今天这个多线的毒爆没有滚到半次，真的几乎没有滚到半次。中间唯一那一次很像，但是那个是没有二攻的，所以大部分的攻兵都是残血没死。而且重点是瑞斯到现在三本还没好啊，这个时候人家航母已经成型了，他三本都还没有好啊，超难打，我已经想不到任何可以赢的理由。先上去滚一波高阶怎么样？哦，哎、欸，滚完了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今天好像还是刺蛇不够，刺蛇不够啊。他外面那一坨如果是在家里就赢了，但他这里不够啊，刺蛇不够。我想刺蛇够，这一波完吃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故事，啊，故事可以说，哇，航母无敌耶，怎么办？航母无敌啦，睡着了都能赢，睡着了都能赢，我的天，真的耶，睡着了都能赢。我这样子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一发都电不出来的问题？不，我觉得这个前面好像还是都该赚的东西都没有赚到，还没热开是不是？是吧？又一个慢机的，是不是？嗯、又一个慢热的，开机用这个。这个传统式硬碟开机哦，比较慢一点。的确啊，我觉得这场应该合理来说，好像如果打得够顺的话，对，妮娜把节奏打得太慢了，然后瑞斯又想把节奏拉起来，啊，这个就一个就想在家里憋他都玩他自己游戏的人，然后瑞斯就一直很想冲他，然后又冲不好。对啊，东西在送，送着送着就把自己给送没了。啊，怎么样？然后他前面又打得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觉得 Rex 好像第一时间也好像也没看懂。他有觉得他的感觉应该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他觉得他要被打一波了。嗯，所以他第一时间二攻也没接着，然后有些东西慢了。他农民也有先停，对对对，他也觉得他要被打一波，对对对对，他就觉得对面怪怪。
哇，现在画面上这个主台正在上演这个人打人的大战啊。Q 了看起来势不可挡哎。为什么 Q 的工兵全部出来了？我刚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想说，为什么他的工兵全部出来了？为什么刚刚要拉工兵啊？啊，不刚刚知讲完道。势不可挡，然后人口就被打平，真不愧是人打人。瑞士打 Hero Marine 一面最高，哦，你说一面高吗？哪一面？输的那一面吧。哈哈输的那一面吧，哎呀，人家 Hero Marine 对不对？身为去年 IEM 走最久的人族选手，对不对？真的耶！如果这一场都没有办法赢，那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不过也很难讲哎。你后面那个应该原本不是想这样讲。如果这一场都没有赢，哦，那我还真的不知道可以赢谁。你原本应该是想这样讲吧？做人话你不能讲那么直接，我们要婉转一点好吗？委婉一点。你后面的话原本应该是想这样接的吧？哎，很难说啊！你看昨天 Nice 第一场打完 Risky， 你看要是像我一样，我就直接把荧幕给关掉，然后起来发现，哎，什么？我们昨天看完打 Risky， 原本就要关播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打 Risky 输了一把，我原本就要关播了。我想说啊，什么情况？今天是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昨天那个节奏，然后早上起来看，哎，你比想象中好嘛？以结果论来说，对啦，虽然是 啊，他前面这几把不要输就没有后面这些鬼，没有，虽然 Risky 那一把就算他二杠零了，好像还是不会晋级，是吗？他如果二杠零的，他会跟 Lambo 一模一样，但是他输给 Lambo 嘛，然后 Lambo 哦，对啊，他还是不会晋级，所以好吧，没有啊 ，Lambo 打 Lambo 那个第一把看起来是要赢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回去再来看一下这个 VOD。检查一下，仔细检阅。我们都已经宣布了，凯文牛还直接宣布我们明天礼拜六再见了。听你这样讲，那我肯定是要回去再看一下，然后把它捡起来。狂客黄玉祥选手勇夺 A 组第五名，可以把7-7。不亏啊，对吧？又可以去参加小游戏了。不用打的要死要活，那确实，对啊，又可以去参加小游戏，又有小游戏可以玩。自这个几个月前丢乒乓球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就跟 Nice 说了，他这一次去就要去现场找那个保利龙板，然后自己去挖一个洞，然后找一个哨子，自己在旁边当瓜哥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来到哪？对啊，今天来到哪边？来到哪边？然后我们第一关这个鱼跃龙门，哎，没错。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亚洲人平常都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就你们这些欧美人在玩那颗小小的球，我们亚洲人都是这样玩的。亚洲人都玩的球都比较大颗一点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说什么？说的好像只有你们欧美人懂大颗的球，他们亚洲人也是懂大的，好吧？那个洞又大又圆，我们直接整个人钻进去。听说最近言论审查蛮严重的，等下舞台就不会不见。那正合我意啊！这样子明后天大家自己。明后天大家自己去看那个主台啊！听说最近很容易，听说最近很容易播一播人就消失了，那大家自己注意点。好，这张地图是来到热带祭品。前面开局妮娜一样是选了一个 VS 开啊，我先之前在做。头好重撞，还是玩那个吹面粉的比较简单。吹面粉哦，哎呦，乒乓球放在面粉里面吹啊，他们也有乒乓球啊，真的耶，还是吸乒乓球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也有。干，不然一群男生知道吸三小啊。如果是男生女生，乒乓球吸一吸接一接，还有点搞头。好像也是啊，有道理。一群男生真的是不知道要吸什么意思啊。
不是啊，一群男生这么玩就不知道要玩什么的，就很难看啊。不是有妮娜吗？原来 GoGo Joey 就喜欢这种口味的，我懂了。欸，我懂了，不只有妮娜啊，还有谁？还有嘎姐。对啊，还有嘎姐。懂了，懂了。GoGo Joey 就爱这种。懂了，来，仙之剑来了。哇，两只运气不好的工兵。哇，这边有点尴尬，后虫第一时间没有站在位置上啊。刚第一时间都拉去三矿了，因为三矿那个时候没有包子塔，所以他先拉过去了，结果被人家又被潇洒走一回了。我的天！哎呀，这位朋友运气不错哦，怎么跟上一场一样，一开始先死了六只工兵？看懂了，这个人这个是固定流程，他就是每一把都四必须闪追啊，然后直接去开始出去胡家虎威，直接去开四矿，给你下一对啊，下一下你，然后瑞斯这边还稍微卡一下人口，那就看等下瑞斯在防守上面会不会反应过度。这个王虫又要掉一只，七四九零，苗琪再补三只王虫没有问题。后面的一公在生狗在爆，王虫砍一下伤害，要不要点那个先知剑？哇，你再不走，这些都别想走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上一把也没走啊，你就不要走好了。没有，这次是真的一只都走不掉，你知道吗？狗够吗？狗够吗？有有够了够了，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，有有有，包你全家，好吧，宣布，又宣布了，这一次真的可以宣布了啦，这次全吃哎、欸，而且后面瑞斯还在爆狗，等一下一攻要好了，等一下他的后面三矿都守不住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这个先知连能量都没有了，请问这些追猎单兵如何处理这些一攻狗？好问题，单兵如何处理？不是，就是当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瑞斯怎么又犹豫了？我以为他要一波打到底了，结果他按一按就回去按工兵，然后又按狗了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完蛋了！他听你一席话、啊，如听一席话，完蛋了！他觉得凉凉的，不是啊，他怎么按一按，然后又回去按农民，然后又按了一波狗？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听到了迷津，我以为他要打到底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觉得狗一直按好像。可是他什么都没看到啊！他看到那些追猎，为什么不狗按到底啊？我以为他要按到底了。我看到那个农民树，一开始我以为他就不管了。没关系，完了，这个超哎进去咬超级电池啊！这个开了也咬不到，嗯，咬不动，咬不动。开了也行，前面爆了这么一大批的狗啊，像等于刚刚前面包掉那一波都不算了吧？不算了。就是他这边如果包完，他就两个选择，就刷满工兵就赚赚翻，轉轉要么要爆到底，要么就刷满工兵，就两条路。结果他各做一半，各按一半，还是做一半，还是他前几天有去德国体验半套，真的要不见了，台真的要不见了。最近那个日本的泡泡浴，大家很就是自从有人介绍之后，大家都很向往去日本游玩，日本自由行，难道机票一位难求啊？真的哎、欸，人满为患，完了，真的怪怪的。我跟你讲，而且等一下这个狗，你等一下一坨上去，不小心被闪电一发就啪不见。对啊，啪，怎么攻击？哎、欸，直接跳三本遁地兽，转一个遁地兽直接往后打啊！遁地兽也可以，我觉得遁地兽是一个选择，对，总比你一直用狗跟赤蛇像上一场一样一直去送好。干嘛、啊？我只是在讨论一个在台湾也合法的产业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啊，是哦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是合法的，不是吗？不知道奈先生可能比较了解，只是你有照跟没有照而已啊。基本上台湾应该都是没有照的。啊啊！我刚刚脑子里还在想说哪照是哪个照，认照啦，认照啦，还有什么照？愣了一秒，就说哎。欸造化、哦欸、又有人要跳航母啦、啊、不是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在玩自己游戏 啊就瑞斯也没有去侦查，我觉得这两把很关键，是你看瑞斯
以前都会常看瑞斯的尖长虫到处飞来飞去，但这一把，这一把，哎，上一把有，这一把几乎都没有进去看啊，所以他现在可能都还不知道已经有人在跳，但是、啊、都还不知道有人在跳航母了。如果他现在看到他在对面在跳的话，就赶快转啊，要么就你要么这里就直接坐飞嘛，然后打一波，要么就直接农民刷起来，然后 VS 出来。那个董塔下去开碎，你就两个选择、嗯，而且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这点鸟蛋，你敢走上来？我有闪电，反正闪电刚刚死光了，都赢了。不是刚刚左边好像丢了一大堆狗，哎、欸、你哦这边去先去夹这里的，看一下，有没有要去滚里面的？哇，没有没有等到啊，这边也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都是一场梦，但是你不能让人家矿开得这么开心呢、欸。右下角好像吃了一波狂战士，然后是啊，你不能让人家矿开得这么开心啊！遁地兽已经变成血，他应该要往前那个了。哎、欸，下面对，哎、不，狙奶，而且好像他把 OB 点了，好，你看不到我，夹上去，夹上去，可以，留住了，哎呀，好痛，啪啪啪啪啪，全部留住，但是有个无敌的东西走出来了，看起来没有很流哎，好像不够，有啦，电兵高阶全部都流光啊，是不是剩这些鸟蛋？我跟你讲，下一波刺蛇说啊，不对，人家要三台航母了，三台航母应该也还可以吧，有后虫，有刺蛇，没有电，没有能量，白球上来送，哎，奶一下，求奶。没有，没能量，来不起来。好，没关系，航母也没小飞机了。进去，航母没有小飞机了，可以你进去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如果 Race 顶完这一片矿就走，那他等于没有打。人家矿开得很开心啊。好、哦，但就是看这个遁地兽站不站得住啊。好像站得住哦，后面的部队赶快接上来吧。到底在哪里啊？他这个刺蛇到底有没有移动速度啊？没有的、欸，难怪节奏这么慢。重点是家里的后虫，干脆也一起接出来算了。对啊，而且这里我跟你讲，这里一定要顶两片哦，你千万不要只顶一片就走就回去哦。现在关键是这个矿包有没有被看到啊？我觉得他会往左边顶，对啊，他会往左边顶。完了，我跟你讲，往左边顶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第一个你后虫就出虫开了，然后再来是又有闪电，你的刺蛇又是长这个鸟样。我们慢一点，对，我们慢一点，这个虫再扑一下，然后。家里的东西我跟你讲，他这个时候发现他刺蛇没有科技啊，这时候最好的选择是放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他了，就不要，就是不要再打了，就是我们把外面的矿压一压，然后回去转兵哦。对啊，我去就是打就慢一点吧。可是你看刚刚最，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下面这一片矿没有被看到，这一片矿没有看到有点关键。原本是 for free 的，但是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刺蛇，你这刺蛇再继续这样子走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这个有一种不妙的感觉，完全没有任何科技的。走了吧，走了吧，走了吧。哎、他要被留住了。他点 OB，、啊、不是啊，他全部被留住了。你点一次 OB， 然后刺蛇全没了。那你能收高阶圣堂吗？完了，追不到。怎么感觉？哎、欸，但是东西送专业航母，那你硬点啊，点不点得掉？哇，啊、没点掉。哎、欸，刚刚是没事。好送好送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怎么可能没视野？那里一定有、哦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要出大事啦！哎，你还在送哦？哎，要出事啦！你怎么这样子？他的所有的刺蛇都被狂战士围起来了。也、欸、是我没看懂哎、欸，这个知道在什么？全部都被围起来了，敢打得太急了。他就打得太急了，他觉得对面航母成型了，所以马上就 A 过来，但是自己家里没有龙塔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守不住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画面哦、喔，这种画面基本上，当你虫族刺的狗子包遇到对面航母下面是带闪电的，你要真的打赢的几率太低了。你如果真的想打稳，你就只能往后转。而且毕竟你有遁地兽，你是有本钱在家里插包子塔龟的。而且我刚刚觉得他明明就看到妮娜连家都没有出过，连家门口都还没出过，他为什么自己要反而那么急的去？太急了，真的太急了。啊、你而且，嗯，侦查的细节也没做好，下面这个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。欸、虽然是只有两只工兵在踩，但是，刺蛇、被电了一把，第二把正中红心快扛不住啦，这个刺蛇，
打不赢这个航母，航母又无敌嘞、欸，航母又无敌嘞、欸，无敌啊！不要说航母无敌啊，下面还有他、下面还有电兵啊。他现在唯一会输的可能性就是一把电把自己的小飞机全部电没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就算你的功力再怎么高强，我不相信神族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也是不相信啊。这个小飞机要电没了，估计有点……哎，这把比上一场更扯哎、欸。这把原本优势的、啊，中期有一波那一波电兵夹完，绝对是优势的、啊。白痴，你已经宣布了好吗？游戏时间五分钟，你已经宣布了。哎呦，怪怪的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非常怪。啊，现在这个解决不了了，你这里只有赤蛇是不可能打赢这些东西的，而且更何况，等一下下面随时都会有狂人是走过来的。啊，突然觉得血压有点高。好了，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蛮懊恼的。这把是真的，看起来应该是真的要赢的。这把比上一场还要扯哎、欸！我觉得上一场你就是你一堆小细节堆起来没有做好，那也就算了。这一场，哎，前面第一波包了一波，然后后面的选择又选了个一半一半的，我原本以为，我怀疑是发生一件事，他以为他有下毒爆虫草，没有，他以为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以为他有下毒爆虫草，但他后来发现没有，对，然后后来发现他想打一波的时候，发现他没有毒爆虫草，然后发现应该打不进去，然后又回去按了一点农民，然后 A 过去的时候又发现你好像很少，他又按了一波狗，然后。发现，然后按了一波狗之后，过去又发现，干你那个电池卡在那里，我好像又充不进去。A 看，然后看手机有点烂，就回家了。嗯，就回家了。我觉得到那边就是等于说你前面爆的那一波就是等于全部没有，对，就当没有，就当零。那也就算了，那就是当你就是从零开始打，但是后面的那些送兵，我是觉得有点太那个，他是太挤了，他好像真的很怕那个航母。然后配那个电兵直接站在他脸上，然后他就觉得他扛不住。可是那个赤蛇爬有够慢的，全部都在冲在上面蠕动，然后又没科技，然后也没有狗跟毒豹去保护他。天哪，那也是没办法。跟那两坨赤蛇直接被夹在那边呢，心好痛哦。那也是没办法，奈斯都开口了。昨天他也是一三开。嗯，那这句话倒是说的没有错。一三开是吧？那瑞斯这组有点危险。对啊。好啦，没关系。昨天你输给 Risky 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顿时丧失了信心。差点把直播关掉，我们也是顿时对你失去了信心，笑死！代表这个世界上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嘛。纵使这一组对不对？有这个 Astrid、巴西人皇、Hero Marine Q、Skillers 跟 Zone， 还有这几个人要过，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打过，接下来第二好过的估计就是 Skillers。对，差不多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那、啊、再来可能就要找巴西人皇。巴西人皇最近实力不知道怎么样。他打的很神秘啊。对啊。我记得他上次，他上次是跟哈斯打过，是不是在那个亚特兰大的？记得好像是这样，但我没有非常仔细看内容。好，那这样我看一下、哦、刷新一下这个赛程表。今年的广告也是，不是今年，这次广告也是越拍越有趣。啊、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他们又在煮什么东西，然后又把摄影棚烧了。这应该不会在煮东西吧？哎呀，后面肯定要煮点什么的吧？这么多人，肯定是要稍微煮个什么鸟蛋，然后稍微喝一下，吃一下的吧。圣诞大 party，对啊，没有放个大火都不 party，算圣诞节吧？我靠！是放烟火。第一轮刚刚是全部打完的，瑞士 A 组是打最慢的一组。那前面应该说另外三场的成绩啊，H 这边是2-0的 Zone 啊，Zone 老师竟然输给了这个自己的队友。然后 Hero Marine 跟 Q 是战成了1-1，所以刚刚那场 Q 拉出工兵那一场是输的。好哦，把自己给拉没了。然后巴西人皇跟 Skillers 也是战成了1-1平手。那 Riss 是0-2 Nina。那第二轮的话，就来看一下 Atre 跟 Skillers 要打一个内战，然后 Zone 要对上巴西人皇，Hero Marine 要对上 Nina，然后 Riss 要来找他的好朋友，来对上 Cure，一场 ZBT。这是最容易怀孕的对决吗？哎，最激难情上四加难。射的对决，对，难上加难，这个圣诞节最温暖的一个对决，对。没有找 creator 来拍广告，说啥呢？方丈就在现场，还找 creator。对啊，台湾 creator 换一下应该可以吧？说啥呢？哎，台湾 creator 听起来蛮强的吧？而且还这边还有霹雳捉狗，想一 下，哈哎，真的哈哈哈！哎，真的哎，还有 PG Trouble 哎，你也可以找 PG 啊，Trouble 拍啊。这么多人可以拍，偏偏就要找 creator。啊，没有，我觉得 PG Trouble 那个太少人看，那个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年代太久远。那个是真的大力耶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么多人可以拍。非常的有那个内力，非常的雄厚。那我有点，我那个 Huston 昨天打完是小组第7哦，这么惨啊。哎呀，他去那边就不是为了打比赛，他就是为了去吃香肠，然后嗯，听坐在音主乐播台是上面。不是？嗯，也是哦。然后啊，我们的那找素材。个澳门 Super Tournament Champion 怎么被一个神族压在底下？没事啊，你知道明年的 Super Tournament 都没了吗？哦，没有 Super Tournament 是不是？明年只有三季 GSL。哦，通通都不见了，缩水啊，有就缩不水了。错了，好吗？他成为超级赛的末代冠军了。不错哎，那至少肖思前有拿一个冠军哎，Super Tournament。他拿完那个 Super Tournament 冠军之后，我在说哇，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冠。然后我回去查一下记录，没有，抱歉，他其实以前拿了他以不前少，有哦。以前有以前哦，拿太久了。他中间这段时间好像被抽一个真空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去捞了一下记录，其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子。昨天那个抓狗输一盘，我们这个组才震动一次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现在是觉得踩在人家头上了？小组第五，对不对？讲话还是大声一点，毕竟人家只有小组第六。哦，对，